大家好，今天我要做一个农村生活经常用到的一个工具，是用竹子做的。我现在要去找一颗竹子。做这东西不用很大的竹子，这样稍微小一点的就好。只要这样两节就好了。哎，这位姐，你来钻孔，对着中间钻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这边钻一个小孔，然后这边要做大孔。哎，拿那个来，拿那个来。这个。这个铁棍。这个钩子是什么？是方便挂在哪个地方的？好了，这个就做好了。我们叫什么呢？我们叫做火铜棒，是吹火的。就比如说那个火灭掉了，然后但是还有火星，在这边吹一下吹一下，它就燃起来了。等一下，给大家示范一下这个是怎么用的。很多人奇怪我们这里为什么有这个火塘，可以直接烧火做饭的，没有灶台。其实有灶台的，这里主要是方便这个烤腊肉，熏这个腊肉。然后平时冬天冷也可以烤火，也可以做饭。好，可以吹。这样吹着吹着，它火柴就燃起来了，它就燃起来了，是一个很方便的工具。再吹，好，可以了。这个东西应该很多人家里都有这个东西，农村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。